如果跨入这扇大门，意味着一次漫长的、永不落幕的探索。你是否需要问问自己，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看一幕江南烟雨，一段历史余晖，看微观世界里的一次巨变，以及大格局里的每一点小心思。看世界，因为眼界被一点点改观。听一曲晨钟，一句叮咛，这个真是给合作做的改变。听一场激辩，被告方对于合同无效没有过错，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一声问候，陈律师好。听心灵，因为触动被一次次洗礼。在自由里生长，在苦闷中探索，在碰撞中强大，在喧嚣中守住一颗好奇心。你不再是你，但你又更贴近那个真正的你。一切你身上蕴含的未知，不断冲刷认知的边界。当懂得越多，也就越清楚。你还欠缺什么？没事，再来。求知，求实，求是。充盈自己。你坚信，越是星河璀璨，越能闪耀出你独特的光。此刻，你不仅要自问，到浙大来做什么，更要问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。浙大，引人入胜，等你入门。